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说的可真轻松啊，老三，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？你毁了我的青春，你毁了咱们童年最美好的记忆。你可以不爱我，你喜欢别人没关系。 但是你得告诉我，你得让我这个傻子知道，你不能蒙我。还是我太傻了。从小，不管是别人起哄，还是我自己的小心思，我就觉得咱俩是一对儿。那会儿咱俩多好啊！ 每天一块手拉着手上学，一块下学，一块玩。后来我们上大学分开了，班里其他女生都谈恋爱了，就我没有，因为我从心里觉着我是你的。班里同学都笑话我假清高，可是当时我心里头就在想，我最后一定是最幸福的。
你们就等着羡慕我去吧。上了班，单位同事一个个下了班都有男朋友来接，就我没有。我到现在都每天一个人骑着车上下班，我只能幻想着你站在我们单位门口，笑呵呵的等着我，问我想去哪儿啊，晚上想吃什么呀？ 我的要求高吗？不高就那么一点儿。后来大家都看我可怜，给我介绍一大堆男朋友。我说谢谢，我现在不需要。可是我当时心里，我心里一直在喊，我有男朋友，我有。但是我心里头虚，我不敢跟人家说。 因为我觉出来，你心里可能有别人了。我憋不住，我问你，可是你不告诉我，我就接着等。我都不知道我等什么了。可是今天，我终于等到了我要的答案。 对于你，我顶多也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暗恋者。说完了，你走吧。 说完了，能让我说几句吧。你说的对，从小我们俩最好，也吵，也闹，但每次都是我主动的去找你和好，我就觉得我该让着你，该保护你。那时候，我最怕看见你哭。 不管咱俩吵成什么样，谁对谁错，你一哭，我就立马没电了，赶紧跟你主动赔礼道歉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见不得你哭。就像现在，我看着你哭，我心里特别难受。跟你没关系，我这是自作自受。 我曾经无数次的去考虑过我们的关系，我真的觉得你是个特别好的女孩，聪明、善良、典型的贤妻良母。如果我们能在一起，你成为我的妻子，你一定对我特别好，对家里的老人、孩子多好。 可有时候我会在怀疑，我会在想，那是爱情吗？是不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年头久了，更像是家里人的感情？你觉得什么是爱情？你跟他呢？我不知道，真的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他比我大，我管他叫姐，在生活和事业上，他对我帮助非常大。 教了我很多东西，甚至教我怎么样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。这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反正，慢慢的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有一种感情。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爱情，但从我心理上，我承认，我对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依赖感。你别说了，我觉得你好恶心啊！你居然会喜欢一个比自己大的女人，还依赖。 你是恋母吗？你是不是每天晚上睡不着觉，还得让姐姐给你唱儿歌呀？我跟你好好说话，我请你不要侮辱我。你是自取其辱，恋母狂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不要侮辱我。太可笑了，堂堂一个老三。
居然成了一吃软饭的小白脸儿。咱们完了，老三。我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。请你让开。林小狗跟我说你想结婚，是真的吗？你没看见我的病人马上要手术吗？走开。走。我不许你结婚。我不许你结婚。一般情况下，人做出的行为或传达的语言是在大脑反应、判断、控制下完成的。可老三后来想，喊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一定是没经过大脑的。那这句话是打哪儿来的呢？也许是一直藏在心里或身体里的什么地方。藏哪儿了呢？让开！我想跟你谈谈。我说了，你让开。我说我想跟你谈一谈。我再说一遍，请你让开。爸，你下来一下，有一流氓挡着我不让我回家。何必这样？我爸已经听见了。走吧，给自己留点面子。正拍婚纱照呢，啊！后天登记，下月初八办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的任务就是给我搞定所有的婚车，知道吗？你嫂子名牌大学毕业，又是大医院的医生啊，咱们这个店面子一定要给，懂不懂啊？啊！
哎，兄弟，这公共场合你说话声音能小点吗？啊，奔驰车，至少40辆，开到车一定红色的越野，知道吗？啊，婚车一定要加长的凯迪拉克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你要搞不定，你看我怎么削你，知道吗？啊，老范，我不行了。我行。你能把自己饶了吗？化妆师花半天了，你不想让我把妆哭花吧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我给他们都放假了。放假？对。我准备给自己也放个假。现在放假？今天势头怎么样？势头这么好，你怎么一笔都没做？没心情。老三，我不管你心里在纠结什么，我都希望尽快过去。你要知道，男人最重要的还是事业。把你搁我这儿的股票和钱都挪走吧，别影响你发财。挣不挣钱你随便做，我不在乎。我还是想要我们的钱在一起，那个意义不一样。还是挪走吧，我决定了。这事儿，等你心情好了再说。来，咱们站着先来两张啊！哎，二位靠近一点。新娘子，靠着新郎官。可以了，就这样，你拍吧。那好，新郎官，咱配合一下啊，温柔的握着新娘子手，来，来着，别碰我。对，不是，我说你们配合一下我工作好不好？新娘子，今天是拍婚纱照，我觉得应该高兴起来，对不对？另外，新郎官，咱们得拿出点大丈夫的气概，搂着新娘子就像平常一样亲热，来，再来一个，哎，快搂一下，这样拍好看。再说咱们马上就成两口子了，你害羞什么呀？你敢？别碰我！别碰！反正情况就这么一情况，我现在是没辙了。哎，这串这么多，这店什么时候开的？你再来瓶啤酒。行了，别喝了，这火都快上房了，你赶紧给我想想招。老板，你再来10个串，1瓶啤酒。好嘞。想好了吗？什么呀？何去何从？废话，我想好了，找你干嘛？你自己都没想好，我怎么帮你？
我现在就是想不好，想不明白，我糊涂了。来，您慢用啊。我知道，咱们哥几个其实都不笨，但要算头脑，你算老大。以前不论什么事儿，多大的困难，你都能想出来办法，从来不求别人。这回你能舍下脸来求我，可算是你丫真蒙吧。不过感情这事儿啊，谁遇上谁懵，圣贤也挡不住风流的情怀，天王老子也帮不上忙。不过最终，老婆是你的，别人没法帮你选择。你说这道理我都懂，现在问题关键在于范荣。你不管怎么说吧，你也算他一发小，你得帮我劝劝他，别让他犯傻。那万一他因为我随便找了一个他不喜欢男人帮他嫁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你三哥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。我可以劝他，哎，不过我得问问你，你说你怕范荣想不开嫁人，是因为你心理上过意不去，还是说你想娶她？如果是前者，因为你心理上过意不去，那叫自私；如果是后者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如果是后者，你说怎么办？这解铃啊，还需系铃人。你别问我啊，只要你想，你就能做到。
生，做完这个急诊手术之后啊，太晚了，他就不回去了。啊，他好着呢，您放心吧。哎，再见，阿姨。还好。你瘦了。还好吧。咱们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吧？没有吧，没多久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这个西餐厅吃饭？那个时候你连刀叉都不会用，还是我手把手教你的。的确，你教了我不少东西。都说，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。我看我也快了。现在你做股票做得风生水起，连那些大护士的客户都夸奖你眼光好，翅膀是硬了。现在都要我退出你的盘子了，这么快就要划清界限了。你误会了，你知道我最近心情不好，没心思做事情。我也跟你说过，别影响了你的收入。老三，咱这坦诚相见，别绕弯子，是因为那女孩吧？是。我想和你分开。想好了。想好了。决定了。决定了。行吧。既然决定了，我就不拦你。那没事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等。有个东西要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红包。这是听说你要结婚，我给你准备的一个红包。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当中最最不愿意送出去的红包。现在你不结婚了，我就把里边的钱呢挪作他用，把这个红包壳送给你，做个纪念吧。比翼鸟连理枝，世间难求。水中花，镜中月，无所不在。祝幸福，林大人。你爱他？本来我以为我们只是发小，只是多少年建立起来的亲情，与爱情无关。可后来，当我失去他那一刹那，我发现我心疼，真疼，疼得难以名状。人就像丢了魂儿一样，就像我现在。那时候我知道，我心里是有他的，我知道那是爱情，而且爱得很深。可你也说过你离不开我。我说过，我曾经一度也那么认为的。那现在呢？我觉得那是冲动，是欲望。可我喜欢你的欲望。别这么说。我们结束了。我们还可以做朋友，做生意伙伴，但那个不行。好，我不阻止你追求你的爱情，你的婚姻、家庭。全都不妨碍你，
就像生意，我既然投资了，我就要我应得的那一份。不给不了你，我也从来没把我们的事情当成是生意。你真的要逼我出局？谢谢你把房子借我住了那么久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做人别太绝，会出事儿。随你的便吧。请进。怎么样？其他大护士的老板都忙着呢，就郭总那儿没人。不过听保洁阿姨说，门都锁了好几天了。嗯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真是惊喜，我以为你不会接电话呢。怎么样，心情好点吗？嗯，那今晚一起吃个饭，见面聊一聊。你就别犹豫了，我感觉你也有话想对我说。嗯，那好，今晚6点，老地方，不见不散。分手！分手！你嚷嚷什么呀？这医院！分手！神经病！真美，好地方啊！我每天下班都会来这儿，就站在这儿看，什么也不想。你在城里待久了，人就不接地气儿了，忘了生活本来可以这么过。有些东西还是忘了的好，比如你和我。是挺难的，但是必须忘，那样人才能轻松。
有些东西是刻在心里的，抹不掉。那就把它当成一块墓碑，偶尔去悼念一下。别这么说，我心疼。我心疼的时候，你又在哪？你在和你的那个姐姐开心吧。不说这个，这样说不好。对不起，我的心现在已经死了，真的。也许将来有一天，我会碰上什么人，他能让我的心再活过来。不管怎么样，人总得往前走。我盼望着。我从来觉得自己是一个聪明人，只要我肯努力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坎儿，我都能趟过去。可是现在，此时此刻，我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挽回咱俩的感情。我承认，我错了。或许这是我活到现在所经受的最大的失败。其实我也一样，我们之间没有胜者。我们必须选择面对现实，然后各自疗伤，活着。我们不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吗？来不及了，我很感谢你大老远来看我，特感动。这风景不错，你要是没事儿就在这儿多待几天，好好疗养一下。突然想起小时候，大家都说咱俩是一对儿，是小花里的赵永生和何穗姑，他们还老爱起哄，唱妹妹找哥泪花流。你看，那是苜蓿吧？大学里学过，是什么科来着？怎么样？你们小分队这两天在山里挺苦的吧？还行。哎，这桌椅怎么换新的了？嗨，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老板，带着大卡车就来了。这个老板呀，找到咱们医院长，说是要赞助乡村医疗建设。看着这一卡车的设备，院长可乐了。这不，找人全换了。还有这好事呢？不过也该换了，之前那是挺破。还有一事儿特好玩，嗯，这老板啊找的咱们院长说想在咱们医院工作，院长可犯难了，可是拿人家手短呀，嗯，最后啊院长说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就干业务副院长吧。这老板还不干，人家说呀，我是来干义务工作的，不是来当官的，我在您这儿干个清洁工就成。
咱们院长说那哪行啊，跟老板急了，说你要不同意啊，我就把这都拉走。你说你们城里人怎么那么逗啊？哼。大老板，你怎么骚气气来了？是啊，这么呛的呀，你会不会浇点水啊？哎呦，大老板，这哪是您干的活啊？啊，你别把您累着，这你这城里人金贵是吧？哎呦，是啊，您这给我们拉来那么多好东西不说，怎么着，您自个儿也答应我们了？哎呦，真有意思啊！你说现在，这农村人都往城里跑，这城里人呢都往乡下跑，我还真搞不明白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哎，凑什么热闹？散散散散！不是，兄弟，我看你在这扫卫生啊，我这心里真过意不去。我看还是算了。哎嘿嘿，你可别反悔啊，咱俩可是说好了的。不是我这，你什么呀？你踏踏实实该干嘛干嘛去，好吧？别影响我工作。走吧，走走走走走。OK， 拜拜，不联系。走走走走。你干嘛呀？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在工作呢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嘛？我想让你离开这儿，让我好好的把这块地扫干净喽。饭菜我搬走。血压都正常，啊，大爷没事儿，您放心吧。谢谢。没事儿。忙着呢，我这。拿走。这地方干燥，多吃点水果好。我说拿走，听不懂啊？这吃水果啊，能补充很多种维生素，维生素 A， 维生素 B。你要不拿走，我就扔了啊。反正我都送你了，爱扔不扔。哎，姑娘，多好水果！大爷，您不知道，他这水果啊有毒。范大夫，您这儿还有什么其他垃圾吗？有啊，你。苹果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， 橘子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D， 香蕉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F， 有 F 吗？走不走啊？去哪儿啊？回家啊。回家干嘛呀？那你在这儿干嘛呀？看山，看水，等人。
等谁呀？等你。等你什么时候想我了，回来把我接走了。你是个坏人，我接你回去干什么呀？结婚。和谁呀？你。哎，快点的，抓紧时间上车吧，快换胎了。你说的太晚了，我不信。我娶你。水瓶里有开水，多喝有利于退烧。给你煮的粥，还有些咸菜。生病吃些清淡的好。目前，介于你的病情，扒鸡、烤鸭、大肘子、红烧鲤鱼，就像我一样，和你没什么关系。另外，全卫生所的都说，我是冲着你来的。我觉得这些人真是目光短浅，我明明是为了祖国贫困山区的卫生事业来的。不过请放心，我不会委屈的，我会一如既往，兴高采烈的茁壮成长。锅炉工老三。哎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这才好没几天，这风大，回头又着凉了。没事儿，溜达溜达，散散心。在城里的时候，好像总有干不完的事儿，每天跟打仗似的，着急忙慌的。在这儿挺好，干什么都感觉慢一拍。是，待在心里舒坦。这每天都能看到这么好的风景，让人有作诗的欲望。你还作诗呢？嗯，念诗还差不多。咱写过诗，以前可能还行，现在一定很烂。为什么呀？我太了解你了，你现在变得特现实，可能跟你做生意有关系吧。不懂得什么是浪漫，就更别说诗情了。有道理，但不完全对。我跟你讲，现在的社会大环境和以前不一样，整个国家都在拼命地往前跑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硬道理。我们以前耽误的时间太多了，所以现在只能赶时间，那些风花雪月的事儿就得先撂一撂，这才是现实。所以呢，我不是没有事情，只是把那些东西压在心里，暂时。忧国忧民呐，
我可没你这么大的抱负。我是一个女人，踏踏实实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，对得起自己的工作就行了，也算是不给国家添负担。哎，你这不也是另外一种的现实吗？我觉得。你知道什么呀？算，反正我也说不过你。行，那咱就不说了。说点别的。我听说你们这个医疗救援行动就快结束了，该回家了是吧？嗯。你有什么打算呀？不知道啊。我看，你好像挺喜欢这儿的，都有诗情了。你干脆在这儿待一辈子得了。也行，要这儿哪儿都好，就是缺一老婆。那赶紧在当地找一个呗。是哈。前两天站长还真跟我说这事儿了，还要给我介绍一个，抽空我还得见见去。那先恭喜了，我先走了，你自己跟这儿慢慢诗情画意吧。想吃什么说一声啊。别对我这么殷勤，这都不像你。我也觉得不像。慢走。我有四个感谢。第一，感谢卫生部发出大医院的医疗工作者支援咱们乡镇医院的号召。这个第二呢，感谢北京各大医院无私的支援我们。第三呢，我要感谢。我，哎，你给我出去！去！第三，我们感谢来咱们乡的医生啊！对，哎，第三我要感谢来我们乡的医生，对我们乡卫生所的工作大力支持。这个第四嘛，我要感谢，哎，我们感谢范医生给大家讲几句话，好不好？范荣，领导让你讲话呢。我们是医院这次派我们几个来下乡医疗工作。好。放心吧，回去吧啊！回去吧！再见啊！回去吧，再见，乡亲们！再见，乡亲们会想你们的，别忘了回来啊！哎，回来！下次还会再来吗？可能会来，但是来的就不是我了。哎，这种的都是什么呀？我都认不出来。这些都是野生的树，山上还有好多野果子呢。这边的田都是这种坡状的往上的哈。哎，车怎么停了？这车怎么停了呀？哎，这不是那烧锅炉的大老板吗？真巧，我正好要到县城买东西，正好，我也顺道送送咱们北京来的同志。
哎呀，小心！好嘞，来坐这儿吧。不不不，哎呀，我要坐这儿，我就喜欢跟范大夫一块挨着。说话呀！我给你们唱歌吧。行，来一首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有可爱的故乡。来来来，给我，来吧，别客气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来给我，往里装。你就别整了，三哥，你就看看范蓉姐去。行嘞，好，你们上车吧。好，好，拜拜，再见了。来来来，拜拜拜拜，再见了，再见。再见，拜拜。回去捎个信啊。好嘞，再见。再见，你回去吧。好。好些日子没见到您了，您这是去哪儿了？上山下乡了。我还以为您退隐江湖了呢。那哪行，这不回来了，能再战江湖？好奇怪呀、啊，这才多长日子没来。怎么觉得这地方这么陌生呢？一点都不陌生，印象太深刻。都过去了，进来。郭总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有客人呢，是范小姐吧？咱们见过，你是老三的同学。看来我得给你重新介绍一下了，她现在是我的未婚妻。叶姐，听老三说你帮了他很多忙，谢谢你啊。别这么说，应该的。那我先恭喜二位了，什么时候办事儿？刚买了房子，装修完了就办事儿。嗯，好啊，那我得准备一份厚礼。您太客气了。行，你们先忙，工作的事儿回头咱单聊。怎么样，我这小窝弄得还行吧？哎呀，你这哪儿小窝啊？你这是豪宅啊！你现在住哪儿？住老丈人家。不会吧？寄人篱下可不是你的风格。风格也可以改变嘛，一家子人住也挺好，热闹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伪了？我虚伪吗？嗯。不过学会虚伪，某程度来说，也是成熟的一种表现。行，嗯，我接个电话。没事，你接吧，我去洗个澡。哎，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说话这么小声啊？啊，我这儿谈点事儿，待会儿咱们再说，好吧？
那行，那你说。我爸妈包饺子了，这大星期天的，想一家人一块吃个饭，让你回来呢。哦，是吗？那行，那我这边完了事儿，我赶紧赶回去。啊，好嘞，嗯，挂了。盯着我，该不会是我变老了吧？老什么呀？您才多大呀？这话我爱听。哎，那个，你不是有正事要聊吗？什么正事啊？你不是说有些事情还是先说清楚的比较好？来来来，快趁热吃吧。别等了，咱们先吃吧，他的事还没忙完呢。是啊，你看这饺子呀，一搁就坨了。等他回来，我先给他煮啊。我今天还想等着他喝两杯呢。我说过，你有什么困难，随时都可以找我。能用钱解决的困难都不算困难。但是你这次要的金额有点大，我就算把个人的钱全部给你也不够，所以我想了个好方法。你说，我可以把黄总账上的钱挪用一部分给你，但前提是，你得给我固定回报。这没问题。我可以给你本金30%的固定回报，咱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。但问题是，老黄不会知道吗？那好办，如果黄总知道的话，我就说这是我选择的项目，决定的投资。嗯，我是公司的总经理，有这个权利。至于为什么没有事先告诉他，是怕他因为跟你的个人恩怨而拒绝，耽误了这笔好买卖。他能信吗？到时候木已成舟，信不信就由他了。嗯，是个招。嗯，师傅毕竟是师傅。那钱什么时候能打给我？公司的钱过几天打给你。嗯，我个人的钱你随时可以拿去。好，大恩不言谢。我现在就给你写借据，然后起草合同。好啊。我卧室里就有笔和纸。
吃饭啦。你怎么不吃啊？嗯，那胃不大舒服。你跟我撒谎。我怎么撒谎了？想我了？听说你当总经理了，恭喜一下啊！很想吗？喝什么？我就说吧，男人结婚几年后就会厌倦的，应验了吧？别那么自信，都是老朋友了，能不能一块聊聊天啊？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你肯定有事求我。为什么？你写在脸上了，自作聪明。别忘了，我可是你师父。你要不肯说，那我就走了。等会儿我还有个会。坐下。我最讨厌男人用命令的口吻跟我说话。我需要钱，一大笔钱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啦。嗯。嘿，你多大人了，还玩面团呢？怎么跑这儿包来了？厨房转不开啊，这儿多亮堂啊，又能看电视。嗯。老三没跟你一块回来啊？他一大早就出去忙自己的事业。你就住这儿啊？行了，我就把你送到了。钱的事儿呢，确实是数目比较大，你自己看吧。如果资金能周转过来，你愿意借我，你随时给我个电话，利息你定。我看，再聊聊吧，有些事儿说清楚一点比较好。那也行，什么时候你想清楚了，你给我电话联系我。就现在吧，反正都到家门口了。车库在前头，你帮我把车停好。拜托啦！吃饭啦！你怎么不吃啊？嗯，胃不大舒服。你跟我撒谎。我怎么撒谎了？你信不信心灵感应？两个人在一块时间长了，就会有这种感觉。我有感觉，你在撒谎。你昨晚上去哪儿了？跟谁在一块？都干嘛了？你别这么疑神疑鬼的，行不行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跟朋友谈点生意上的事儿，没什么别的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昨晚上怎么会失眠呢？我是医生，又是你媳妇儿，我很清楚你的胃比牛都好，你是心里不舒服。
是想让我胡思乱想，你就接着跟我撒谎。说话。我承认，我确实心里有事儿。我全告诉你。王律师，和郭小阳的合同我已经拟好了。我个人的钱加上公司部分的资金，具体细节你再帮我推敲一下。最重要的是利益最大化。嗯，好的，我等会儿就发过去，辛苦你了。说吧。说累了就喝口粥。怎么弄得跟审贼似的？不过还挺人道，还有粥喝。别那么多铺垫，直奔主题吧。我先跟你道个歉。我确实不应该那么做事儿，至少我应该跟你好好商量，哪怕是打个招呼。可我怕你不干，所以就自己做了主。你干嘛了？我辞职了。你辞职了？辞了有段日子了。最近我骗你每天去上班，实际上是做新公司的筹备工作。我就感觉你这段时间神神秘秘，我就觉着不对劲了。对不起。是上次说要跟小鹏一块开房地产公司吗？一切准备就绪。准备就绪？你不是要跟人合股吗？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跟朋友借的。以前我玩股票时候的合作伙伴，也不算是借吧。到时候我会分一部分股份给他。行。看来我劝你半天，算是白劝。你是打算一条道走到黑呀？事到如今，我希望你能支持我。我要是不支持呢？我要是因此跟你离婚呢？我要是不打算跟你这样的男人过了呢？没那么严重。我知道我们在生活方式上面确实有些分歧，但你说咱俩一路走过来这么多年了，我觉得咱俩的感情基础很稳定。没问题。老三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从我跟你好的那一天起到现在，我这心里就没踏实过。你知道一个女人多么渴望一份安定的生活，多么希望她的男人能给她一点安全感吗？而你从来没给过我，从来没。我不这么认为。我做股票的时候，离成功就差一步。或者说离幸福就差一步。如果说当时我成功了，现在的生活完全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可以有房，可以有车，可以有孩子，可以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。这就是你对幸福的理解吗？我第一次觉得你好庸俗。我都不敢相信你曾经是一个那么有理想的人。我不庸俗。我也一直在坚持我的理想，而且我认为我的理想和你的理想并不矛盾。
其实我只是想做一个成功的人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我明白，没有人看重你艰辛的过程，所有人看重的只是结果。你成功了 ，OK， 那你就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你创造的价值越大，就意味着你对社会的贡献越大。反过来呢，你靠着国家、靠着单位给你分房子、发工资，你甘心做这样的人吗？我靠我的本事吃饭，我创造的和我得到的成正比就 OK，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几斤几两。起码到目前为止，我没有成为父母和老公的累赘。而你呢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奋斗了这么多年，可结果呢？正式工作丢了，股票做到倾家荡产，欠朋友的钱到现在还没还完呢。现在更好，工作辞了，没有收入，还跟别人借了一大笔钱。你以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在哪儿呢？现在谁是社会的累赘啊？我是累赘，我是你们的累赘。我怎么突然间感觉像是上大学的时候开辩论会呢？我不想跟你辩了，累得很。但有一点我坚持：所有人看重的不是过程，只是结果。你不也一样吗？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家呀？老爸呢？你们这是？公司对账，我折腾了一晚上。今天公司没什么事儿，我一想得了，刚从菜市场买的菜，给你们做顿饭吃。这些日子我也没好好陪你啊！你别碰我！骗子，我讨厌你！怎么了这是？我怎么骗你了？你开公司的钱哪儿来的？不跟你说了吗？跟朋友借的。女朋友吧？我说过，你什么事儿瞒不了我。咱俩从小一块长大，这么多年，太熟了，心灵感应。你以前的手机呢？坏了。坏了。话都说这份儿上了，你还编？我查了你的短信记录，我看到他给你留言了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们俩不对付，怕你不高兴，所以瞒了你，是我不好。你诚心是吧？你跟谁借不行，你非得跟他借？我最不想的就是跟他借，可我真是没办法。之前这事儿我又跟你说过，你又不支持我。我确实是，你确实是旧情难忘吧？我真没想到，这么多年你们俩还在联系。你说我们都在一个商圈里面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难免。我们分居吧。
你能冷静点吗？我要慎重考虑我们的关系还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。别那么偏执好吗？偏执这个词对我来说不太合适吧。你快走吧，一会儿爸妈就回来了。不想让他们看见咱俩这样，不想让他们着急。亲我一口，这儿你不行，那这儿怎么了？又不是没在大马路上亲过，过来，行行，快点，行了行了，不行，敷衍我，快点，好好亲。你别，瞅你流氓了，就快点，行行，真烦人，嗯，行了，哎呦哎呦，真讨厌。谁的电话？没事儿，公司的。谁啊？嗯，没事儿，公司的人。你点屁大点的事儿给我打电话，不理他。你不接呀？别耽误事儿。没关系。哎，你看看，给老爷子买两瓶酒吧。哦。我有时候真挺佩服我爸的。嗯。他说你好，说你是能干大事儿的人。那会儿你把家里钱全赔光了，我都快扛不住了。我爸说，没事儿，不就交点学费。我跟我妈都无语了。我跟你说，受老爷子这话，我也得赶紧挣钱，给他买套大房子。电话不接了，短信马上就来了。你给人回一个吧。知道吗？
哎，别不高兴了，行不行？我也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他们，不是？我打心眼儿里讨厌他。行了，今儿一天都挺高兴的，咱别为这件事过不去，好不好？过去了。走吧，回家吧。 进去，你别那么任性好吗？我一直就是这么任性的，你是知道的。好吧，那我还是那句话，你随便。哟，都收拾完了？嗯，差不多了。 你在这干嘛呢？哦，我不说了，出来透口气嘛。哦。嗯。喂，小鹏，你听我说。 半个小时以后，你给我打个电话，你就说客户喝多了，非让我过去。我会让范荣接电话，你别问为什么，就这么着。挂了。别吵。嗯。
今儿给老两口乐的，一听说买房子，嘴都合不拢，倍儿高兴。你就是不听我的话。我说这事先别说，你非得说出来。那怎么了？早说晚说不都一样吗？房子又跑不了。你懂什么呀？你没看老二那脸色，难看的跟什么似的。我就怕这个。啊？是吗？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。我都没往那儿想啊，我又没你聪明。你们女人呢，就是太简单的动物。可你说简单吧，哎，还挺难搞定。难吗？我现在多听你的呀。现在还行，以后就不知道了。我又没你聪明，能怎么样？问你呢，说话呀。嗯。说话呀。嗯，哎，说吧。那个，开快点。哦。咱这车停这儿碍不碍人事儿？走吧，小点声啊，别让爸妈听见。哎，等会儿。你，小鹏，喂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客户还没进行，让我过去？我不去。我这跟你嫂子刚到家门口。什么让你嫂子接电话？她不管这事儿。你就说吧。行行，你等会儿，对付他一下。喂，小鹏，啊，我让他去。行行，你少喝点吧啊。嗯，好。喝多了这是。你去一趟吧，早点回来啊，也别太晚了，明天上班呢。那这么着，你赶紧回家睡觉。我这喝了酒了，我也不开车了，我打个车过去，啊。嗯。你早点回家啊。多晚都得回家。当然。我刚刚还是放了你一马，你应该要谢谢我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明明知道你这么做是错的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把我折腾美了，你很高兴是吧？你就无以伦比的快乐，对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得逞了。简直是莫名其妙，不可理喻。你多大了？你自己以为自己是个小孩子吗？是一个痴情小少女吗？你以为你跟我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吗？你三十几岁了，你至少要学一点理智，学一点成熟，至少要懂一点人情世故吧。太过分。好，
我觉得我已经为你做的不少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你别太贪行了。你告诉我，你说话，说话呀！你骂够了没？我相信还有很多难听的字眼你还没说出口吧？不要脸，还是女疯子！你想到什么你就骂，一次骂个够啊！骂呀！干了些什么？我不想伤害任何人，可我伤害了所有的人。王总发现我挪用公款了，我没搪塞过去。因为我没有想到，他早就发现我们的关系，他可以告我，告你，把我们都送进监牢。但他没有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发现他是有利可图的。当然是有利可图。让我上他家去，我去了。所以你骂的没错，连我都看不起我自己了。回家，我一喝酒。就开始在想，我到底是做了什么？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，为了利益，还是为了爱情？越想我就越难过，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，我就想见你。想和你说的话，再后来，喝多了我就疯了，我就想着一定要见到你，就算是抱着你，在你怀里哭一会儿也好。可是呢，我把你等来了，也等来你的嘲笑和辱骂。喂，黄总啊，怎么了？怎么又寂寞了？我也想陪你啊，可是现在家里有客人呢，还喝着，走不开。
那下次吧。再见。不想活了你！对，放开我，放开！最怕发生的事儿，还是发生了。不想看见的，终于还是看见了。你真傻呀，老三，把我给丢了，你再也得不到我了。从小学到现在，一共34年了，咱俩结婚也有8年了，过去了。现在开始，就当咱俩没认识过。好几圈了，就到这儿吧。行吧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你走吧。别着急哄我，还有点事儿。我自个儿攒了点钱，我知道你不会要，本来想寄给你，正好你刚才说想结婚了，喜事儿，这当份子钱。心里有愧，过去就过去了，拿着。答应和你老婆复婚，我才拿着。
这又不是我一人说了算的事儿。告诉他，我请求他原谅。应该是我请求你们两个人原谅。来，听话。啊，要走了，要最后再抱一下。不了。抱一下。不了。也许再也见不到面了。不敢再欠债了，欠了总是要还的，我还你个清白。我不会再想你了，你也不要想我。放心吧，我做得到。